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等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断掌的男人一般早婚的多，以他们遇事果断，从来不拖拖拉拉的性格，而且他们的财运很好，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财富累积，这是一般的同龄男生不能做到的，所以会有很多的女孩喜欢上这一款男人。但是开始的早并不代表能够持久，由于断掌的男人很自私，所以女人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这个问题。总之，断掌的男人婚姻坎坷，可能会经历很多次婚姻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